那是，你现在装十一个柠檬，知道吗？你昨天是为什么喝酒？你要不要讲一下你昨天为什么喝酒？你现在装十一个女朋友，知道吗？你昨天是为什么喝酒？你知道酒驾造成的后果吗？经埔里镇西安路三段167巷路段及案发地点，是巧为左弯道路。车辆不慎撞击碾压站立于路面左侧边缘一小女生右头，虽紧急送医急救，院方仍宣告不治。小女童为何会单独站立于路边，仍需要后续调查。至于肇事男子酒测后呈现酒精反应为 0.15 毫克，亦坦承前一日晚间有饮酒之行为，本分局侦办后，全案以过失致死及公共危险罪移送。